早安。早安。我们要去上学。帮我拍一下弟弟。弟弟说他想睡觉，睡回去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他睡回去。你就没有去了？你就没有去了？好久没有被他拦截到了，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吗？我也忘记了。这两个礼拜。对啊，两个礼拜他都，就是越来越晚睡了、啊。过大学生的作息，11点多快12点才睡下去。人都睡了。我笑，嗯。爸爸爱你。中午见，拜拜。回去再睡，回笼觉。